我们来上课了啊！这节课感觉同学们，人数比较有点下降哎。需要老师给你们进行一对一的那个什么吗？一对一的来回访一下吗？好了，现在我们上课了啊。另外的话，我们同学们点评作业的话，等一下下课以后你发给我啊，或者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你再发给我也可以啊。那我们今天的话，这节课主要是来示范为主啊，因为像其实这类型的东西的话，怎么说嘞？方法的话，上节课教了你们啊，方法的话，上节课已经教你们了。但是我们这里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所以它也会导致有不同的质感。所以我们这节课的话，我就多以示范为主，把这种不同的质感怎么去处理这种颜色，教同学们啊。同学们，你们如果是有画底稿的同学，最好是跟着我一起来画，最好是跟着我一起来画，因为我觉得这种。就类似于这种课程的话，我们一起来的话会好一些啊，不然的话你们肯定很无聊的，肯定很无聊。现在的话，我就先把这几个稍微调整一下啊。还有的话，同学们不要有觉得自己这个没有画的特别好，因为这里有没有同学说你就是像我们这个海上花开以及我们的这个冷鲜幽云同学一样的，就是看到我们群里有些同学画的好，就是感觉自己没画好，就是这个。这个葡萄没画好，就有点气馁的，有没有？有这类型的同学吗？看到我们的其他同学可能发挥的挺好的，这一次画的挺不错的，但是自己这一次好像没发挥好，就有点气馁的，有没有？没有啊？有吗？有的话可以给老师刷个一啊，有的话也很正常，因为毕竟是一个一起来学嘛，总会有竞争嘛。但是其实你们要从另外一个方向想啊，因为学习绘画它，怎么说呢？每个人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班就有一个学员，就是他一开始学就是很快就懂了啊，非常快就能跟上，但是就很快就懂了。就像我们理解能力好的同学，就很快就理解了。但是有一些同学的话，他就是属于那种，前机后发的那种，就是前面的话，可能真的是他看不出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某人的一个机会，他突然像开窍了一样，因为绘画本身它就是这样的，就是突然你在后面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啊，所以我们同学们哈，就是你们现在的话，就是不管画的好坏都是很正常的，而且你们也没学多久嘛，就学多久啊？学了一个多月有没有？学一个多月啊，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另外的话，如果是你们感觉就是自己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啊，画的有点郁闷呀，这个时候一菲老师啊要充当一下心理学家，我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只是你们如果是感觉这段时间画的不好的话，你就来找一菲老师聊一下天啊，开导一下你，我还是可以的，好吗？你一直都很自卑啊，你自卑什么嘞？好了啊，我们同学们，如果是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多来找一下老师啊，反正老师每天也是让你们找的，是不是？所以你们多来找一下我就可以了啊。有老师示范还可以，自独立画就有一点很垃圾是吧？很垃圾呀，那我要给你们布置课外作业了啊，那我要给你们布置课外作业。如果你们有同学感觉到跟老师画还可以，但是自己画的时候就感觉力不从心了，是不是？或者说是感觉自己画的时候就画的没有平时能够跟老师画这样好了，是吗？同学们是这样子的吗？就是感觉自己平时自画就画的就没有跟着老师画的效果好了。对，是这个样子是吗？好，如果是出了这种问题的话，那就很简单呀，那就平时你们自己。独立的练习的这种数目啊，或者独立练习绘画还不够。那等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话，我等一下就下课以后，我就给找几个就是你们自己能够去画的，作为你们的课外作业，好吗？这样的话你们就自己可以练习一些东西，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就算托你老师的话，你也能够画好，你也能够画好的啊。现在我们稍微把这个后面这个葡萄稍微给它一点点。黄绿的颜色，其实这后面的葡萄的话，它偏青绿的颜色会多一点啊。这后面的话，其实不要这么重的，我们就擦一下，因为也是一个光的一个感觉啊，也是个光的感觉。
不好不会啊。那你们来不来找一副老师进行心理咨询？好，妈妈的话，我这个地方我稍微注意一下细节啊，就是这个先葡萄的枝干这个地方。你们有在跟老师在画的吗？跟我一起画啊。好了，我现在的话就要开始，可能稍微画快一点啊，还是从这边开始入手吧，从这边，从这一条下来再画后面这一边啊。画这几颗相对来说边边这几颗啊，这几颗啊，这几颗。我可能这一边我都一起画了啊，这一圈啊，这一圈我都一起画了。因为这样画的话会节约时间一些，如果一颗一颗的换笔还是很慢的。好了，首先把颜色擦浅一点点。好，因为这里的话其实它有些颜色是雷同的啊，有注意到吗？其实很多颜色是雷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地方的话它拥有紫色，这种粉紫色，这里也有粉紫，这里也有粉紫，这一些都有粉紫，所以真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先加点冷色啊，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先画冷色。其实我个人感觉画这个枇杷啊，这个葡萄其实有点练，其实有点磨你们的耐心，有没有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磨耐心啊，磨得人家受不了的感觉。因为像这种的话，其实除了我最开始教你们的那几个示范以后，其实后面的葡萄它的一个技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同学们，如果你们想画好的话也不容易啊，想画好也不容易，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磨人耐心啊，特别特别磨。如果是你能够静下心来画的话啊，那画得很不错的。效果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我今天在点评作业的时候，我发现几位同学画的还都可以。慢慢慢慢的。另外的话，我们这些啊，这是浅色，这有点类似于白雾的颜色啊。这里我说一下啊，这些同学们，你们有白色彩铅吗？你们有没有油性的白色彩铅？有的话给老师刷个一啊。如果有的话，你们就这个颜色是可以画重一点点的，这个白雾的颜色是可以画重一点的。如果你没有这支彩铅的话啊，没有像老师用这个彩铅的话，那你这个颜色就画浅一点点。因为你后期的话你是改不了了。老师还是先讲一下这一步准备用什么颜色画，为什么这么画，以后再下笔，不要一边画一边剪。观察跟听感觉顾不过来，是不是？那你们这里的话，你来看一下，这是一菲老师，因为平时我画这个葡萄的话，你们应该知道是先用浅色去画的吧？是先用浅色去画的，看到没有？先用这种冷色，这种天然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的话你们基本上能辨别出来了吧，不是我老师讲的啊。你看这种天然的颜色先去把整个画面里面这种粉，这种白雾的感觉，你看先把白雾的这些地方先去轻轻的上一遍，这种冷色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吧，画慢一点啊。
那缓慢一点，我们这个葡萄话多久啊？其实你们这里很容易去明白的哈。其实葡萄的话，你们只要看到一个，就这种同类型的葡萄，你只要看老师做一两个的话，你们就基本上就明白它的一个画法了。你看我现在的话，就基本上把这个葡萄的这种偏这种冷色的地方，看到没有？偏这种冷色的这个地方啊，先去上一层浅浅的蓝色。因为它这葡萄里面是偏有大量的蓝色、天蓝色为主，还有这种紫红、紫红哈、紫粉的颜色，这里有没有问题？你看这下面也是一样子的啊，也是一样的。下面也是一样的，下面也是根据啊，你看，这几颗都是一样的一个步骤啊。如果你的地边色发重了的话，用棉签棒去擦一下它。而且的话，我一般不会说一开始我就去上这个葡萄里面它最重的这个红色啊，因为这个颜色本身就比较浅。如果你它一个本来很重的颜色，我们先去画成这种类似于这么浅的色彩的话，后面画重色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影响。就是可能画不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先不管这个重色，我基本上是留出来的啊，留出来的。好，下面这几颗的话是这种有点淡绿色，这种青绿色提子的感觉，我就先不画啊，先不画，大家一起来。后面这个颜色的话，我们拿出我们的这一支粉红哈，这支粉红是一支比较的旺能的颜色，因为在这个蓝色基础上面啊，如果是你们的画面有点灰了，或者有点噪点，有点噪点，你们就用棉签棒去擦一下啊，因为我感觉很多同学应该都会有噪点的。而且你在涂的这个过程中，看老师是怎么涂的，按照这个结构线的一个方向去走。你看，涂了一遍以后啊，我们就根据它的一个深浅层次。而且它有越往后面的啊，或者说往下面的葡萄，它的颜色，它们进行一个叠加的这个地方，它的颜色会重一些。我现在的话，因为我不是画最重的那层颜色，所以我现在还不管它，等一下我就会在这基础上面把它画重了。你看它的一个线条啊，一个线条，你看稍微把这个颜色叠加上一层粉红的颜色，同学们看一下，是不是感觉它有点像紫色啊，这种紫红的感觉了？你看，轻轻的啊，而且这个葡萄的话，它是比较怪异的。上面这个葡萄明显就是偏那种紫色为多，这种粉色偏的特别少，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也给它一点点吧，也给一点点底色一样啊。
但是不会像下面，因为下面等一下这个颜色可能还会再一次的加重的。另外的话，这个葡萄它是比较关键的一颗，第一个它的颜色比较重，第二个的话它这里有个光影关系，这个光线透着这一个葡啊这颗葡萄上面来，它这里的话形成一个光斑，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把这个白的这个地方留出来啊。这个同学能懂吗？把这个白的地方留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光线它就会好看一些的。这一颗的话也是偏紫色多哈，红色一点点啊，不过我们也不要就是错过它了，也给它一点颜色吧。好的啊，慢慢的画，你看啊，紫气东来，你先，紫，搞错了吧？真的是这个吗？紫色还有紫气东来的意思吗？好，这一颗的话，相对来说它是偏一个这种绿色跟红色相间的一颗葡萄。所以它这里的话，我们就稍微把前面加点这种粉色，把这个葡萄的边边这个地方啊，最胖的这个地方给它加一点点哈，其他我们就不管它了。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学习色彩的。色彩的关系的时候，你们还记得每种颜色代表的一个意思吗？还记不记得呀？初中书上写的，还记得吗，同学们？就是我们以前就在学颜色这种代表的时候啊，颜色这种感情或者说这种象征的时候。好，这个叠压关系，我现在的话暂时没有去叠压它啊，我现在想把这种该有的底色给铺出来。好，这几颗的话，我们先对应的这种偏红的这种感觉啊，偏这种紫红的感觉已经给它带出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把这种偏这种紫色跟那种比较重的蓝色的感觉给它带出来哈。这个时候的话，因为偏紫色的话，我们用一支粉紫色，对，紫色是偏高贵的是吧？对，我记得那时候来说，你们有没有喜欢紫色的？好像喜欢紫色的同学比较少啊。好，你看我现在用这支粉紫色啊，把这个紫色葡萄它该重的颜色，我可以稍微压重一点点，虽然说它可能不会一下子压重，就是先说把光系找出来嘛。那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那时候挑的是哪个颜色？你看用紫色的把这个地方翻白路的这种地方，其实这个紫色放上去以后的话，我们如果是有一支白色下去一压，它就会呈现出这种粉紫的感觉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葡萄所呈现的这种色彩。当铃当当。那现在去吃饭饭了哈，好，那你去吧。你看老师这个线条呀，一直保持的非常的细吧，非常细的感觉啊。
话，你们注意这个琵琶的边缘的这个地方，如果上面有一个叠压，不要画重了，不要去画重了，因为它这个边缘这个地方是一个反光哈、啊，这个地方是个反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它为了呈现出两颗琵琶，它是不在一个平面里面或者不是一个物体的时候，它区分开的时候，它总是把叠压的上面一颗琵琶，就是这个上面这个琵琶，这个边缘留一点点白色，边缘留点白色，好，这个同学能理解吗？因为留点白色就等于这两颗琵琶的话，两颗葡萄的话，它中间有一个艳色，这样的话就把它们俩去压区分开了，就把这两颗葡萄去区分开了。我把蓝色说成紫色吗？我应该把这个葡萄说成琵琶了啊，唉，因为总是画了太多类似一样的东西，心情很郁闷。对，现在是粉紫色。可能熬夜熬太久了，有点痴呆了。用这种粉紫色啊，先把这个琵琶该紫的地方啊，把这个葡萄该紫的地方稍微给它偏紫一点。等一下，我们就用这种紫色直接去压这种重的色彩。几号色呀？这个粉紫你不知道啊？439呀，哎呦我天哪，你们比我还健忘吧。好，下面一颗葡萄的话也是一样的，下面一颗葡萄的话它相对来说变化的不是很多啊，它就是一个这种紫红紫红的感觉，是不是说我们就用它就可以搞定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你们有没有懂这个星座的同学？看到像蓝色啊，我们秋天说看到像蓝色，因为下面有层蓝色呀，下面我是先画了一层蓝色的，下面的底色我是偏了一层蓝色的，这样的话我就用偏这种紫色粉紫的颜色加上去，它也是会偏点蓝色又偏紫，还会偏点这种粉红的感觉啊。笔是蓝色的，不要吓我吧。你们看这个笔是蓝色的吗？我去，天哪！这个就不应该了吧？可能会有点色差哦。哎，这个怎么办呢？
都有色差的。老师来，老师给你们调光去了，但是不可能挡，不挡住呀，总会有点挡的嘛。好了，那你们听到我讲啊，我现在用的是这粉紫的颜色，这个地方的话是偏一点紫色为主的，蓝色是有的，但是它不是很多啊，紫色为主，因为这个葡萄这个地方是偏紫嘛，偏紫嘛，是我们紫色为主。有时候蓝色，有时候，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是蓝色的？就什么时候颜色会变？可能还是这个摄像头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可能对于颜色还不行啊。以后的话，如果是以后的话，你们可以稍微去提一下建议啊。好，现在的话，我就把这个地方的颜色加重啊。这个地方的话是往后面的一颗葡萄，所以颜色比较重，这样它一重下去才能衬托出前面的葡萄，它练起来或者把前面的葡萄给它的形给它压出来啊。哦，你说我这样是能啊，哦，这样是吧？我这样的话就不影响了是吧？我拿笔拿过来点就不影响了哈。你们现在这个时候看到是紫色还是蓝色的？好，也是把下面这个葡萄画中一点点啊。登正打过来是吧？好，这样呢，老师也很着急啊。好，这个地方这个葡萄的颜色，它又是这几颗里面最重的，它可能会偏蓝色多一点啊，所以我们的颜色也是同样的加重一点。在下面就不影响，这样就有影响，是不是？那可能就是光的原因啊，光的话。一变，这个摄像头的话，它可能还有是有点不稳定。一般的话，我们画这个重色，我们都是选择下面的葡萄。一般来说都是下面的葡萄是重的啊，因为除非它有固有色，除非这个葡萄的固有色是上面的比较重啊，那就没办法了。不然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面的有投影的颜色会偏重一点啊。我觉得应该这样拿就没，但是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拿笔吧。尽量吧，老师，尽量这样拿啊。啊，对了，你过几天不是清明节了吗？你们都回家祭祖了吗？因为清明节的话，老师是放假的啊，有2天是放假的，好像是4号跟5号吧。4、5、6啊，你们休了这么多天啊？你生日真的是女神节吗？是的呀。
好，这点蓝色它会多一点，我们再给它一点蓝色。它是一颗蓝葡萄，还有的话里面会有很重的颜色，我还没有加重啊。我的山花都是浅色的，肯定不是嘛，哪有几个是女生见的？好，这个下面的话，我们这种粉色是可以再重一点的。其实我想跟同学们说件事情啊，就是因为老师在4月1号到4月15号，可能这段时间的话。可能会请假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连续2个星期不上课的话，你觉得就是老师给你们布置作业，你们觉得有没有关系？如果你觉得有的话，因为其实也蛮重要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如果你们觉得就是2个星期不上课有影响的话，有比较大的影响的话，那我就尽量就挑7号以前，我们就上1个星期的课，等到7号以后的话，那我们就1个星期就不上课，就等到我们下个星期来上。没有代课老师啊。如果是你们觉得就是连续2个星期上课会比较的，就是太久没有上课的话，那我就是我尽量就是把就是7号以前的课我给你们上，但是7号以后确实我真的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我要去，啊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也不是度蜜月啊，不是跟这个没关系。因为我怕我们，其实我这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啊，就是，不过另外的话，就是老师就算真的这几年的话，我请假不上课的话，你们平时该怎么来找我的话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你们应该知道4月份左右的话，就是很多地方都开始考编了吧，一周一节蛮好的，那不行。就是我们那边很突然，我最开始我是准备就是上完你们这一期，我再准备去考编的，但是莫名其妙他就是下个月15号就要考了，所以说我准备去考，但是准备去考的话，起码应该也要看一下书吧，因为我去年也去考了，就是去年没过。我现在还是用到这一支粉紫呀，一直没换色啊。因为它很多地方其实这颜色不是那么多的，就是一直很多地方都是用粉紫加一点这种蓝色，就加这个粉红去处理。因为葡萄本身的颜色它不是很多，也不要那么丰富啊。等一下如果是我们看到这种地方偏重白雾的感觉的话，我们直接用白色再去叠加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也是在编的老师吧，应该跟公务员的性质差不多啊，差不多。就是考编呀，就是那种学校里面的老师啊，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这么突然，其实我开始已经打算好，就是，就是上完你们这一期了嘛，我就不上了嘛。对，考有编制老师啊。
你也是4月份是吧？所以我觉得好烦的呀，因为开始我是准备8月份的，去年我们是8月份考，今年就4月份考，天呐。对，那你们就休息两周哈，可能两周多一点点，因为我们15号考嘛。15号考完的话，我只要通过笔试的话，我就来上课。没有通过笔试也要来上课啊。对，我们那里不一定会有两次，因为去年我记得他只有一次啊。他说，哎，这怎么说的好，就是有点，而且我们是考美术的，考美术少，因为考美术我们那里才招几个，我问了一下他们啊，报名的有报了30多个，只招5个，因为我们那里的话是小城市嘛，就是竞争也没那么大，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竞争的啊，好像的话，我们就要这支颜色，我们的434，434是曙红还是434的话是，哦紫红啊，不是曙红，紫红跟红紫的颜色很相似啊，我们就用434的红紫啊，我应该是考先考吧，先考不知道先考个小学好吗？城市嘛，你们那里可能是那种就是一线城市，那肯定大把的人去，肯定大把的人去考。我们那里是小县城嘛，哪有那么多人？对，好像的话，你们看到用这紫红的颜色，紫红啊，434啊，我们就把这个葡萄的重色我们开始要画出来了。这里的话，其实有点像，就是去压它的重色。我们老师啊，我问了一下去年，就是我的同学，他跟我说是2500，啊2400，这里的蓝色还要多一点点，我们等一下再加吧。本来就是个乡亲嘛，大哥。因为他一开始进去的话，他没有那么多啊。我们现在的话，用个稍微重点的蓝色啊，这个蓝色可以是湖蓝，但是可能是偏重普蓝的颜色为主啊，偏普蓝为主。我们先把这个颜色画重一点点。因为这个从另外一个地方看到就是个暗部的感觉啊，你们1万1个月是吧？哎，其实我考老师，我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要去当这个，我是想考这在编的，因为我就平时我想多点时间画画嘛，不是考美术老师，他有个寒暑假了，我就为了这个寒暑假去的。应该不一样的，应该县城里面，不是县城里面跟这种长沙市里面，它的工资肯定会有区别的，我觉得肯定会有区别的，实习1万1个月，哪个那么高呀？因为我是蛮喜欢画画的，所以以后的话，我就想着就是能有多点时间画画嘛。那肯定是，那为什么每个县城老师工资不一样啊？那这钱去哪了？觉得有点远了，有点远了啊！就说这样好不好？就是，今天是星期几啊？今天是星期，我看一下今天星期啊。等一下啊，
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看星期一的课能不能上。星期一的课是二号还是星期一？哎，星期一是几号？好的，这星期一刚好是星期天呀。我去，星期天的话，我们好像要放假耶。那我星期五的课呢？星期五的课，星期五的课是四号，我们刚好也要放假耶。对，我用的这一只的话是一只啊，紫红色，看到没有？紫红色加这只，这个有点像普蓝的颜色，四四啊。用普蓝的颜色加紫红混在一起，它就会偏紫又偏红，看到没有？偏紫又偏红啊！啊，不挡着你们啊，有点挡的会啊，偏紫又偏红，偏紫又偏红，这样的话这个颜色它就会，哎，就会好一些啊。那感觉好像是周一号到七号也可能不能可能上课了啊。因为一号到七号的话，因为一号到七号星期天跟星期国跟清明节就放假了呀，你们也要放假呀。还是用普蓝啊，普蓝把这个颜色加重一点点。还有的话你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再画颜色一个渐变，把这个重色往这个浅色稍微要过渡一下。我们房价呀，我们那边房价好像要四千左右吧，我们那县城要4000，好像是4-5千左右吧。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平时我们因为刚好这前七号的话就刚好都放假，杭州放假，国清明分节放假，所以我们可能七号以后的话，15号就是16号左右吧，16号以前我看一下啊，就可能老师真的就要请假了。所以我不管考上没考上的话，就16号应该笔试的话应该是，就回来我就继续带啊，继续上课。好吗？所以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或者是这样子也可以，因为明天的话我还要来上一天班，就是说明天我们再上课，我们明天也上课。还是说你们觉得就是等老师考完以后再回来上课，反正也不久，就是2个星期啊。好，慢的话我们用这个颜色啊，这个普蓝的颜色，我们就压重色啊，压下面的这种重色，把每个葡萄的一个这种体积层次给拉开。但是我这里给你们说一下，就是你们作业的话我会额外的给你们布置课外的作业啊，而且我们有同学如果是没把前面的作业完成的话，这2个星期就要把所有作业完成，而且的话还要给你们布置2个课外的作业。你们平时的话就是看作品的话或者说点评作业的话，你就直接发我手机我的QQ上面啊，我的微信吧，就主要发我的微信上面就是可以了啊，好吗？
因为我去年就没考上，有点心。我觉得今年可能悬哈，因为今年我也想不到这么快就考了。没事，考上我觉得我不是为了工资去的，因为我自己就想画画而已。因为你们知道，作为每个美术老师嘛，反正上午也不用上课，就下午上课嘛。好，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同学们，这个地方啊，首先你要在这一颗比较重的这个葡萄这里，它留一个小边缘，这个地方啊，留一根白，一个白的一个面，留白边边干什么呢？因为下面这个颜色它要稍微压重一点，形成一个重。一个这种过渡啊，色阶的过渡，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区别到上面的葡萄跟下面的葡萄啊。不是这样子的吗？不会这么恐怖吧？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开始以为他会到8月份才考，我是准备好就是招完你们就是5月份嘛，我就准备2、3个月去考的，哪知他突然就很突然啊！好了，你们注意一下这个每个葡萄的这种边缘的线啊，下面的葡萄它都会有一个投影投过去了，所以这个颜色要画重，如果你不画重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葡萄的体积感就出不来哈。袜子，你也是搞这个的吗？我觉得美术老师也比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好，我应该会去招，去我们那边一中去，招招，如果是考上了嘛，过了笔试以后，我估计会去我们那边一中或者说二中去找美术老师啊，就他也不会让我去招语文、数学吧。这么恐怖吗？天呐，好恐怖呀！没有呀，我记得我以前我的美术老师，他们就是教美术的呀，就也没去教其他的课啊，就是一个年级的美术都是他教。你看，注意这个该重的颜色重点啊，不然的话体积感是很难出来的哈。不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好吗？好，我们回到画面里面啊，你看这个颜色的话，我们画重了以后，它自然而然这种质感就出来了啊。所以一个画面是需要重色来衬托质感的，是需要重色来衬托质感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葡萄的重色，你们该画重的还是要稍微重点。但是呢，在画重色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它稍微还是有旁边有过渡一点点，跟旁边有过渡一点点，不然的话就感觉太突兀了。我想问一下，高中也是这样子的吗？好，另外的话，这里是阳光的一个型啊。
那你们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是在编的老师，你告诉我你觉得当老师好不好？好了，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啊，这个地方我们用稍微正点这个桃红颜色啊。桃红的话是赛九啊，记得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比较重的，类似在绵宅县的一个地方，类似在绵宅县的一个地方。网上应该我有时间画画了吧？天哪，好恐怖，我觉得。好，这个地方的话，你看我们把葡萄的这个，它其实这个地方是明暗针线的位置啊。虽然说它有这种反光很强烈，但是它这种棕色应该是明暗针线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有的时候最突出的地方很容易就是不小心把这种白雾给擦掉了啊，说这个地方为什么重呢，就是不小心把白雾给擦掉了。天哪，你看现在的重色，我们还在重一点啊。我们这个时候的话，用到我们的赛七，就是我们刚才那一只啊，我们的一个紫红色，稍微去带几笔，可以画跟原图一样，画一些条纹的感觉啊，因为本身它就有这种条纹的质感。紫红色呀，对，现在是紫红色呀。你下辈子还当老师吗？问你啊。天哪，那我还，现在的话，我们用这一支稍微重点的啊，434。一点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暗部的地方。你看这个紫红，它有红紫也有紫红哈，所以这两种颜色不论是哪种都可以。那我这双是为了假期去了，我觉得。好，这个地方有个小点点啊，这个是葡萄的这个小点点，我们稍微给它带一下。好，那我去当高中老师去了。我努力去当高中老师啊。哎，那我如果是考上那个学校以后，你还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把我弄到这种小学去啊？你先考上再说，你不要这样打击我好吗？我的是高级啊。但是我为了先进去，我现在考。我现在报名的我是中小学啊。
好，稍微调整一下下面的暗色，下面的颜色还是要重一点，这边的话也要重一点。你看还是用紫红，其实我们在画的时候，你看老师一直在调整的哈，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就看原图，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也要一部分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稍微要自己的去调整一下画面啊，这样的话会好一点点。没事，没关系，等我考上了以后，我们那边有人。好，慢的话，我们这边稍微找一些这种色块过渡啊。紫红很紫的话，你们要其实这个颜色你们就是听老师讲啊，这样去讲，但是你们在画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说全部按照老师的颜色来，是不是？你可以按照我们的图来嘛。你如果是跟着画紫红很紫的话，那你要考虑你是不是太用力了啊，或者你在画紫红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个紫红的颜色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的重的，所以你不要太用力了。而且我最开始我还是用到比较这一支啊，427号色，这个曙红啊，这个曙红比较漂亮的曙红啊。好，你看我们画完以后，如果你这个地方需要亮一点，需要白一点的话，或者说想让这个纹路它不会这么花俏，那我们就用白色去压一下。这个白色一压的话，这个颜色就就融了啊，就融得很均匀了，是不是？就融得很均匀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没有老师的亮，是我的摄像头的问题吗？你看，其实白色它是作为一个混色笔的啊，它以前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混色笔。你看，就是可以把不同的颜色混到一起啊。你看这个颜色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颜色它比较浅啊，所以我们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反光的地方，是属于一个反光的地方，我们稍微可以。混一下色，混一下色以后，如果你是觉得这个颜色浅了以后啊，那你还可以在基础上面去把这个颜色稍微再加重一点点，稍微去再加重一点点。原图没我的念是吗？你没有钱买拼音码啊，那你就买马可也可以啊，你就买马可，如果没钱买拼音码就买马可。哦，这里它会有个念的，因为它是也会有点。所以说下面我们看不到很多，但是它会也会稍微有点那种素描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前面的颜色就稍微重一点点啊，上面的颜色我们稍微重一点点。我现在所画的这个投影以及下面的这一块啊，我们的颜色就稍微重一些。
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葡萄搞先搞定了，先经验啊，先经验。这个洗有点问题。既然人家要读书，人家还是小孩子，谢谢。人家是小朋友哎，你们。现在的话，我们用到我们四七零啊，这一支嫩绿的颜色，这是黄绿啊，对，四七零是黄绿，因为这个葡萄它稍微带一点点这种绿色啊，绿色跟红色过渡，所以我们先画一点绿色，先用到比较重的这种青绿色啊。嫩绿也可以啊，嫩绿也可以，因为这个绿色它会比较假，说这个绿色会比较假，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不要画重了，千万不要画重了。稍微还是给它一点，因为其实这个葡萄它带有点黄色，是不是？有这种黄色，所以我们可以用浅黄色，或者说棕黄色稍微过渡一下。哎，也可以过渡一下这个绿色的这个地方啊，让它不要太绿，太绿的话就感觉有点假，这种塑料玻璃的，像这种塑料玻璃的质感烟就不好了。带点黄绿啊，带点棕。棕黄也可以。对，我这里想问一下我们同学，就是如果是考上编了以后，会不会有这种开除的这种悲剧啊？会被开除啊？就是有那种，有啊，真的有吗？那你得犯多大错误？他不是说铁饭碗吗？是我的铁饭碗去哪了？你也想考呀？好，慢的话我们就往下面过渡了，开始来画这个绿色葡萄。天哪，好，我们现在的话来画这几个绿色，这几个绿色葡萄的话，我觉得有点难表现啊，我们可能要借助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白色吧，就是白色。我刚做的指甲都没了，人家做的就是一次性的啊。好，先用这个颜色，先把它的一个黄绿的颜色啊，先把这个葡萄的这种下面它呈现黄绿的这个色块先给带一下。我是94年的呀。用黄
黄绿的话，先把这种葡萄这种很浅哈、啊，很浅的黄色区给它带一下。怎么啦？年龄虽然比你们差不多，但是，啊，现在的话我们用这个嫩绿啊，嫩绿的话去稍微加重一下，其实还会用点这种，这个画面其实还会用点冷色，用点蓝色，这种浅蓝色。我最大的学员可是人家可是有77岁，就是我忘记是77岁还是72岁了啊。以后我们就做个画友算了啊。啊，这颜色一定不要画重了啊！你们如果你们是不是有同学画这个这个绿色葡萄画的很重的，有没有？因为一开始画绿色葡萄画重了的话，你的画面就感觉很假啊，本来绿色就很假的，所以一定要画轻一点点，而且里面剩最好是能够加点黄色，加点红色，这样的话降低一下这种绿色的色线，这颜色才会显得比较真实。好，画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用到这个青绿色啊，干什么呢？稍微啊，其实用到这个。啊，这个粉蓝色可以，先用粉蓝啊。是爷爷啊，他人家还是，人家蛮有洗那个什么嘞，他以前是那个，他说是一个就类似于整形医院的院长哎，后面退休了嘞。我们那时候还是他咨询了怎么整容嘞。用这个浅蓝色在绿色上面去叠加，这个颜色就不会那么的绿啊。我的微博呀，对，我的微博是一飞呀，一飞手绘呀。好，慢的话我们注意这个边缘啊，边缘的话稍微可以下面画重一点。这个是浅绿色啊，你们的名称还没记住吗？你们颜色的名称没记住的话，赶快去记住它啊，以后的话很少会给人有人给你讲这个名称的啊。对，470呀，没有多久啊。对，我现在用的是浅蓝色，我错了啊。浅绿色的话是刚才我用的啊，刚才我用的是这一只啊，嫩绿的颜色，看到没有？嫩绿的颜色。加了一点点黄绿，而且你们要注意绿色一定不要画重了，你再用这个浅蓝色再在这个绿色基础上面去叠加，这个颜色就会比较真实啊，就像我们平时吃的提子的颜色。不可能吧。你去微博搜这个肯定能搜到啊。啊，是的吗？你还不说那一天我发一条微博，就是那个北极星嘛，不是应该你们看过吗？人家点赞了好吗？人家点赞了那个。
好，这里加点紫色，这个颜色很浅很浅啊，说，这上面的颜色很浅的，因为它有一个黄金色的一个变化，它有个黄金色的变化，说这个颜色是比较浅的一个紫红紫色啊。微博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因为微博上面，你们去搜彩铅作品吧，微博上面很多彩铅作品的。你看这个地方的话，它会呈现出比较多的紫色，浅紫色。再给它一点红色，给它一点粉红。其实这个的话，如果用油性的笔画可能要好一些，因为我发现这个水溶性的笔的话，如果你完全用它绘画的话，有点局限啊，有点局限，就叠色的时候有点局限。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青绿的颜色啊，把下面的这个葡萄加重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太重了，因为太重的话，就显得还是说绿色它就很容易画得很生硬啊，所以画浅一点点。搜不到我的微博呀，不可能吧？难道我有毒？应该不要那么久吧，就是应该是15号考完。笔试以后，我们那边的话就是2天就出成绩了。反正是不管考不考得上啊，反正都会来带我你们的，不用担心。不过你们就是平时就是该怎么找我就怎么找我啊，就是作业啊就该怎么问我就是怎么问我，特别是我们有些同学就是没有把作业补完的，啊把作业去补完了已经要，好，用棉签棒擦一下它。没关系，面试我是有潜力的，好吗？面试没问题，就是笔试要过。
你看老师讲了这么久的课，我觉得我面试还是没问题的。加上我大学的专业的话，就是备课呀、讲课呀、试课呀。只要我让我笔试过，我觉得笔试好难过呀。只要让我笔试进去了，我觉得面试应该没问题的。今天的话应该可以吧。好，把下面的颜色压重一点点。你加呀，你去加呀，它也可以自动关注的啊，你去加就可以了。找不到呀，不可能吧？你们搜不到我吗？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加点红色进去啊。一飞手绘好吗？后面哪个字来，大哥？哎。大哥，后面还有哪个字啊？是这四个好吗？不是前面哪个四个字啊？对，我们面试是1:2啊，考优三呀。好，先用白色。用白色稍微把上面的霜给打一下。其实我们画到白色上面是可以上颜色的啊，因为白色它本身明度特别高，所以你在这前面上面颜色的话是很浅的，就会带有那种粉粉的感觉。有毒。好，这里的话我觉得有点黄了，不黄了一点点，我加点这点紫色啊，去调和一下。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等一下下课以后我再把它分享给你们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葡萄。这个葡萄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我感觉这一颗的话没有画的特别好啊，这个绿色的。哎，忧伤啊！我觉得我是个文盲一样的，特别是这么久都没有看书了。你看这个还黄一点点啊，这个没有弄好感觉。我是前60好吗？我昨天我问了他们啊，他说一共报名了30多个，34个吧。如果是按1:2的话，应该是前10名吧，笔试前10名能进面试。这里的话要重一点上面，
你看这物体的轮廓上也是一样的啊，它会根据不同的位置和颜色会重一点。啊，带霜的这个地方很简单哈，首先你要明白你有没有白色，有吗？如果有白色的话，那你就霜的这个地方，你先把颜色画丰富，画丰富好了以后，用白色去叠压它，你看到没有？用白色去叠压它就 OK 了。如果假设我们同学们你没有这只白色的彩线，那怎么办呢？那你在画的时候就用颜色画浅一点，画浅一点，画得很轻啊，这样的话它也能够呈现出这种白霜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教你们画完葡萄的话，我们的多肉的这种霜的话都不用教你们了哈，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好了，现在的话我们就开始画这边了啊。怎么选择颜色是吗？颜色的话，你们能看出来什么颜色吗？因为这个颜色第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呀，就我们眼睛看出来这些颜色，你就用它画就可以了。就眼睛去看嘛。跟着我画有毒。好了，现在的话我们就画上面的啊，上面的这些葡萄，就基本上一次性画这么多颗啊，一次性画这么多颗。这些颜色都很暧昧的是吧？那你很暧昧的话，那你画的时候就是要去分析里面有什么颜色了。比如说里面有蓝色、紫色呀，那你就是用浅蓝色或者浅色还是深色去把这个蓝色一遍一遍像老师一样叠进去。叠在画面里面就可以了，对，就是一层一层去进行叠色叠出来的啊。好，就开始画这几颗啊，这几颗的话，我觉得，对，由浅色到深色啊，因为一般叠浅色，你再叠深色，你是好把握一些的，你是好去把握一些的。画不完了是吗？没关系啊，画不完的话我们就尽量画啊。好，现在的话我们就画这个小葡萄啊，这里的话因为它是以红色为主了。所以我们的话也没有必要说去叠太多的蓝色，我们就直接先从黄色啊这种粉红色开始叠底色。对，不过主要是固有色为主啊，固有色跟这个黄金色，因为刚才我画绿色那个地方呀，就是用了这个黄金色嘛，用了一个偏这种紫色的颜色。没关系，这个画不完的话，我就明天下午就给你们录播好吗？或者说你就给你们录播吧，这个录播。或者你们觉得就是方便的话，明天晚上我们就上课。好，先画成浅色啊，
下面的话，因为下面它又有了这种紫色啊，我们就用这个天门的颜色加一层浅色块啊。没回我呀？没回我，那我们是没回我的话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哦，那这样是吧？好，如果觉得上课太紧的话，那我们就算了啊，就还是留到我回来再上课吧。或者如果是有同学们就觉得这段时间的话，太累了，或者说想上课的同学，你可以去找我们宇轩老师，让他给你带跟一下11期，好不好？11期的话是在换我们以前的东西啊，不跟也可以，随便你们。因为下周的话就是放国定假日了呀，放星期天跟清明节啊，好讨嫌的，全部赶上了。那就我们就把葡萄画完好吗？我们就爱好上课好吗？我看一下啊，我们的是星期六一号是星一啊，不是一号是星期天，哎，看这怎么看的呀？一号，不对不对，一号是，可以进动物吧吗？草莓酱你可以进啊，等一下你们等一下我啊。我们葡萄的话一定要画完，葡萄的话一定要画完，不然的话你们这个就2个星期的时间，你们肯定要东西画呀。星期五的话刚好是今天嘛，明天的话又是因为太紧凑的话，怕你们不习惯啊，就星期六不上课，明天就不上课了啊。星期天的话是一号呀，我们有，我不是，诶，星期天是二号是吧？哦，是4月1号愚人节，啊，我们爱好上课好不好？哦，对，我们星期一的话是爱好嘛，我们就爱好上课，爱好我继续来好吗？我们就爱好上课啊，4月1号是愚人节嘛，是星期天嘛，4月2号的话，我们就上课嘛，正常上课啊。上完4月2号的话就到4月16号左右吧，就上课，这样 OK 吗？我们就把这个葡萄画完，动物班简单是风景班简单，我觉得风景班简单一点，因为我教动物班的我知道嘛，动物班有很多技法啊，但是风景班的话技法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就平平涂涂一下就可以了，动物班的话很多技法的。人物吧，那肯定会更复杂一点嘛。好，慢的话，这个地方它是你们看到了啊，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光线的，所以它的颜色会偏冷一点点。你也害怕？你害怕什么啊？有什么害怕的呀？你有没有看到我带的那一期的那些动物班的同学，他们就是学了一期啊，画的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好像下一个动物班的话，应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新来的孟军老师吧？是你们
是个男老师啊。你想进人物班呀？你进哪个班的话，老师也不会太多干涉你的，只是说你想要就是把这个基础打好，一步一步走的话，就建议你先不进那个班，先不进人物班。因为人物班就拿形来说，你形画不好，那真的你这个人的话，你再怎么画那就是丑不拉几的，是不是？你起码你中间有个风景班，或者说动班过渡一下呀，先把你这个形给解决好了嘛，就不会有问题了嘛。你看这里的话，这种紫红的葡萄也是一样的画法啊，先用这种天蓝色，先给它打个底色。我觉得以后的人物班应该不是云溪老师带了啊，是云游老师，他的好哥哥，他的哥哥啊，云溪云游是姐妹。而且的话，云游老师今天你知道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吗？云游老师今天使得贵子。我先细化上面的怎么了？啊，你们想我一个一个的画是吗？反正还有一节课啊，有一节课的话也可以慢一点。好了啊，那我们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前面的先几个给细化好啊，这几课啊。是不是深有磁性？我觉得还好吧。估计你们喜欢吧，因为云游老师号称是少妇杀手，因为跟着云游老师报名的课堂基本上就是女生偏多啊。你知道跟着一菲老师？上就是那种公开课的课堂报名人数多的是什么吗？第一个是小朋友，18多岁的，17、18岁左右的；第二个是40、50岁左右的，心痛啊！好啊，这边的话偏这种紫红的颜色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也是加一层这个颜色啊。你要说少男杀手。我们男生很少的，俗称莲子君。好，这后面有一颗就是隐藏在后面的葡萄，所以我们稍微给它上一个底色，也是上这个天蓝色。一听就懂，一画就懵逼。因为绘画的话，确实要练啊，多练，多练多画就 OK 了。你不过你练之前，你起码要懂吧？你不懂你怎么去练呢？是不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说了，这个绿葡萄的话是有点难度啊，因为这个颜色很难去掌控。绿色的话，其实我是不喜欢的，绿色很丑，我觉得。不过有人喜欢嘛，总是会有人喜欢的，是吧？所以说绿色也很难画，因为它一画的不好，就很像这种假的，这种塑料的东西。所以你听过一句话吗？就是越简单的越难，越难的越好表达。好，现在的话，我用这个粉红色啊，稍微在基础上面把它过渡。
可以了，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那么夸张。这个灯像这样就照片了。这也会有一点。老师不要光说负能量。我什么时候给你们灌输负能量了是？那这个颜色等一下要重很多哎。你看我们在画这个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光影关系。可能这种，因为前开始的这个底色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哈，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你要去画均匀一点。如果同学们你们是用这种飞乐鸟的纸画的话，应该可以画的比我更均匀啊，因为我是用这个霍德福的水彩纸画的，它就会有点粗糙。你们有没有觉得老师这一次画的东西啊，它比以往的要粗糙一些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我这一次画的就是线条感呀，就粗糙一些啊，比以前的哈。啊，不要睡着了啊，同学们醒来啊，等一下领红包，谢谢。有是吧？所以这个话你们就注意一下啊，你们如果是用飞乐鸟的纸画的话，这个颜色会还会均匀一点，所以你们尽可能就画细腻一点啊，画的更光滑一点，比我这个。不过我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是这个纸的话是霍德福的嘛，所以它是水彩纸，它可以多叠一下颜色。觉得不能比我更好了，为什么呀？我觉得你们都能比我更好呀，你知道吗？我很尴尬的事情是在我的动物班的事情啊。我动物班有一个学员很有天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我后面发现他有一幅画画的比我还好。好，先用我们的这个434，这紫红色，他画的比我还好啊，动物班的最后的一个作业，我就很尴尬了，受潮了对吧？受潮的话去晒一下。所以我觉得也很开心哦，什么呢？因为反正也是我教出来的嘛，是不是？
不过也会存在一点尴尬了。你没有，他的话应该他不会全职画画，因为他好像是，就是蛮有钱的，就好像是一个总经理吧，好像是一个经理类型的，就是应该不会怎么去画的。不过他很喜欢画，就是很勤快那种，就有时间就画，有时间就画。你觉得人家会放弃这种工作来画画吗？肯定不会啊。我发现学画的还是蛮有钱的啊。你看，就用紫红色啊，就是把这颗葡萄，这个比较重的这个葡萄，把它画重啊。女同学说你学画起步晚了。那你他说你很天分吧，就是意思是。我以前你知道吗？以前跟我一起学画的，就在画室里面没有我画的好的一个同学，一个男生。后面的话他是怎么说呢？他后面是因为我们都是复读的嘛，他去考了一个美院，考了一个西安美院啊，这个美院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个美院了，他去考了这个美院。后面的话，你知道吗？以前他没有画的好，现那一次的话，我有一次去西安那边去玩嘛，也算是考察，也不是玩了，就是他请我吃饭嘛，你知道他也是刚毕业没多久，人家就开始往画家的道路走了，我好心痛呀，人家就已经开始往画家的道路上走了，算了，我也买不起。我想一下也是尴尬了，不过他确实就像你们说的，蛮勤快的。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注意一下，因为刚才的话，我画了一点蓝色，稍微有点泛蓝哈，你们的话可以少画点这个蓝色。不过我那个同学现在的话在考研哈，他应该考上了，我那个西安美院的，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副作品啊，都去参加了这种中国的这种类似这种画展呀，估计也蛮受他的导师欢迎的。哎，想想我，哎，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那你有这么可怜吗？啊，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注意一下。
好，慢的话把下面的颗葡萄给它发重一点点啊。把下面的颜色压下去，它是一个棕色。没有啊，是这样子的呀，它就是啊，它以前画的绝对不是好的，也不是有天分的。我觉得我以前是很有天分的，在画室里面我是经常被老师说很有天分的那个，但我同时也是比较懒的。像他的话，就是因为我大学的话考联考的时候，是我湖南省考了，我都考多少分？考了240多分嘛，那时候是。就是我就上了一个湖南省的一个一本嘛，他的话就因为文化成绩不咋地样嘛，就不是很好，后面他就作死的考，作死考是考外省嘛，我那时候就是懒嘛，我选择我就哎呀，我的成绩已经能够上湖南省的一本了，我就回家学文化去了嘛，我就回家学文化去了，就没有去考外省了。我那时候还考了广，我还报了广美的名，就要考外省是要报名的嘛，还花了我几百块钱嘞。但是后面为了回家学文化，我就没去考了。哎呀，现在想一下还是有点后悔的。他就一直在考外省，考了10多个吧。后面就过了西安美院嘛。对。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这个勤奋还是挺重要的啊。万一运气来了，你就考上了。哦，现在我刚才用的是一支啊。这个紫红啊，我就用这几支颜色啊，一个是粉红，一个是桃红，一个是紫红啊，另外一个是那个粉蓝色，那个浅蓝色也叫粉蓝色嘛，一直在用这几支颜色在画啊。对啊，4、3、4嘛，你看我也用到这支啊，这是曙红嘛，4、7嘛。对，我觉得我来干这个的话也蛮好的啊，这西安教育也挺好的，也起码从事了我就是跟绘画一样的工作嘛。其实我有很多同学啊，他们就已经没有从事这个工作了，就像我今天晚上的话，我还在跟我同学聊天，你知道他去干什么去了吗？一个学画画的同志，后面去干什么去了？去那种银行里面去做那种什么客户经理了，我也具体我没问到底是干什么的，那种客户经理啊，一说一会儿绕口了，哎，想一下，好了，把这个涂的稍微快，其实下面的话可以颜色可以再重一点啊，我可以加点黑色进去，没有黑色我们加点比较重的颜色，那个我们来到435号色，435号色青年哈，也是我随便拿一支比较重的颜色，因为这个地方的颜色是还要再重一点的。这个青年啊，435号色，我能跟你们说吗？不一定美术课上说你画得好，你就真的画得好。你知道一菲老师是怎么画画的吗？你们想知道吗？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用到这种，可以加一点这种朱红的颜色啊，加点朱红的颜色。你们想知道一菲老师是怎么来学画画的吗？加点朱红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的话，它是比较偏暖的感觉。
你都不想知道呀，那我就不说了啊。好，这个地方我们加点这种朱红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有它这个红色跟紫色还不一样，它会偏暖一点，偏这种苹果的红色。我怕你们听烦了好吗？因为以前我在小学还是初中啊，我忘记了啊，大概是小学还是初中那时候啊，我的一个美术老师，我们有一次嘛，就是要求我们画美术作业，画这个梵高的向日葵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画过，就是直接去临摹梵高的向日葵。那时候我不是没工具嘛，我特地让我的爷爷给我买了一盒这种水彩笔吧，我现在忘记了是水彩笔还是一支一支的啊，一支一支的。后面的话我特地花了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啊，两个小时吧，没有个下午，两个小时的时间哈，我去把那个作业给交了。交了以后呢，我们老师看到我这么勤奋的工作啊，这么勤奋的画画，他就给我打了一个 A 啊，是 U 加加嘛，一般人最好的不是是 U 嘛，是吧？他给我打了个 U 加加。我那时候，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个，就是很多班级嘛，所以我那一次美术成绩是最好的。后面我们老师还表扬了我嘛，就是我们的美术老师还表扬我了。你知道他一表扬我，我就觉得我在绘画上面我是不是很有天分呀？啊，我就果断的就平时就画很多小东西嘛，画以前是小人，就是小那种漫画型的，就画那种小人书，那种小人书嘛，就画的就像白雪公主啊、小矮人呀这些东西的。后面的话，因为美术老师他不是，我们那个县城里面他会有那种就是美术就是学生之间的一个比赛嘛，对，就是学生之间一个比赛嘛。但是他不是画画比赛，你知道吗？他是剪纸比赛，就是说把这种纸剪成这种动物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时候我们美术老师不是需要人吗？他就想到我了。他就让我跟我们班一个女生啊，那个女生应该是有天分的，我觉得。后面不过她后面没学了，那个女生一起去剪纸，后面我们就获得了我们那个县城里面的一等奖嘛。我们老师就很高兴，就死活就说我有天分。好，我就这样被拐上船了，就这样被那个什么洗脑了一样的。你也剪过是吧？我这样就感觉像被洗脑了，就一直觉得自己有天分，就一直画画。其实我那时画画应该也还不是说很喜欢吧，因为那时候因为小还不懂事，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反正我美术老师这么说，我就以为我自有天分。后面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就学习一些画画了嘛，就开始学。后面我到我想一下，后面我是到什么地方，后面我到初中了嘛。因为初中的话，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美术老师就是有任务嘛，就考高中的时候肯定是有艺术加分的，你们有没有？就有特长生加分的。没有啊，我们那边是有的。那时候你知道我们老师好，我们那个美术老师是个男老师，他就在每个班去招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每个班去招生，就招人给他学画画。我就莫名其妙我就去了。啊，这个笔的话是曙红啊，曙红是赛七，有点像玫瑰红的颜色，其实它啊，对，那我觉得我学画很多时候都是感觉就是受到老师表扬了，我就去做了啊，所以我感觉老师还是挺重要的，真的，感觉有莫名的洗脑的能力。你妈好凶啊。对，因为这一颗的话是比较红的啊，比较红的。像蹄子。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擦一下它啊，擦一下它。
我们再如果擦完以后的话，我们再用到我们这个色漆啊，色漆比较适合这个颜色，再去加重一点点。口水都流出来是吧？剪过呀，你剪过一个牙刷是吧？其实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小朋友真的，你如果鼓励他的话，特别是老师鼓励他，真的有奇效。特别是如果是你能在，就是说这种公众场合呀，在这种班级里面啊，如果你鼓励了，就是老师了，学，我觉得大人是没有什么用的啊，大人因为小朋友经常听你的话，他没有什么感受，但是老师的话他很听的，特别很听。因为我就是在背，这样过来的。好的啊，这里的话我们稍微用多点的粉红。从来没有被表扬过。为什么都走了呀？是不是因为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太让你们喜？那可能那个老师还没有发现你的，就是没有发现你的优势的老师啊。好，这个颜色偏点粉红啊，用粉红去加重它。你的葡萄是扁的，就是你的线条没有用结构线去画，没有去画弧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它还是有一定的素描关系的啊，这个素描关系你可能在画的时候没有去画出来。因为当一个画面它如果是有了这种轻重变化以后，它绝对是会有素描关系的啊，所以你看一下你是哪里有出了一点点问题。那你吃什么药了呀？还能这样啊？好，颜色画重一点，画重一点，我们就用这个曙红啊。其实用这是桃红，这是桃红，用桃红把这个颜色画重一点点。天呐，这么牛！你决定一个一个的画是吧？哦。那你家宝宝那个药吃多久啊？是他过几岁以后就不用吃了吗？还是说一直要吃？那这里它也是一个啊抵押关系，这个颜色会重一点。
哦，那复查好了就好了是吧？那要赶快复查，那就希望赶快能够查好吧。不好。这个颜色的话，就是葡萄本身的一些小的色块了啊。这么浅了，那它什么时候能查好嘞？不过小，我觉得生病确实蛮可怕的。辛苦，对，因为爱吃东方的话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哎，如果是像我以后考上了的话，那要工作多少年呀？而且小朋友还要受罪。好了，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关系啊，还好啊，没有什么要讲的，你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懂的啊，同学们啊，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懂的，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没有中，这个葡萄画的太瘦了啊。对，这个绿色的没有画好，我也觉得没有画好。这个绿色的葡萄没有画好啊，失败了。不是太绿，它不绿啊，它已。是不绿的，只是说它这个颜色，我们加点红色进去吧，加点红色去渐一下这种纯度，让它低一点，不要这么的冷。因为我说为什么我就不喜欢画绿色的，因为我就不喜欢这个绿色，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画重一点吧，把它压下去算了。压下去以后的话，它没有这么的。那绿了或者这么暖了以后的话，这么冷了以后它会好一点。绿色怎么压下去啊？绿色的话最好的一个综合方法就是加它的一个黄色，加红色，加黄色。因为红色黄色就是它一个对比嘛，跟互补嘛。加这个颜色的话是可以让这个绿色就是它不那么绿，它的颜色还可以加重它，就是让它变得低调一点点。不要那么眨眼，那么打眼啊，那么打眼。这个有很绿很绿吗？很绿啊，是非常绿吗？那非常绿我们就加点白色吧。加点黄色啊。加点那种土黄或者我加点肤色也可以啊，加点肉红色。对，我刚才讲的粉红啊。应该还 OK 啊，这个颜色还 OK。
好，我们现在的话注意一下抵押关系。因为我感觉下面整体会比上面这一颗的话还要稍微，颜色要稍微就是虚掉一些啊，虚掉一些。好了，没有办法了啊。好的，那你先走吧。我们也换完了哈，这个绿葡萄的话也只能这样了啊。只能买这样的啊。好的啊，这个绿葡萄也没办法了。色差耶，我左边看到这个葡萄没有这么绿的，电脑上面，我看到这个没有这么绿啊，你们看到的话会绿一点点，有点色差。好，那我们的话就下课了哈啊，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啊？就问。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啊。你看你的屁股怎么改？老师别走哈，那你发给我看一下呀。为什么我这个颜色会跟左边右边不一样呢？我再看一下啊。你这个的话，我觉得还好呀。你把体积画出来啊，你里面就加一点点这种，加点这种，浅蓝色，加点浅蓝色会好一点。加点浅蓝色的话，你的这个画面呀，这个绿色，你再把它的体积感给画出来就可以了。画线，因为你这里有两个高光呀，因为你这里有两个高光啊，所以你一个高光的话就不会现了，你有两个的话，那肯定就现了呀，是吧？图上就是了，那图上是你没有发现，而且你这两个高光还现，还对称的。你看看这里面这个高光，这个高光它是比较浅的，很虚掉了。它主要是这里是会亮一点点的，对，一个暗一点嘛。它是有两个高光是有变化的嘛，它是不是一样的啊？不是一样的。好了，看一下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啊？我感觉我这个拍的图没有我画的好看一些。
我画的这个这个是那种雾状的那种霜的感觉，这个不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下课了哈，同学们早点休息吧。晚安，拜拜。我们记得，我们下周的话，4月2号我们是要上课的啊。